首先准备好所需工具，处理好模组。分片模模线，根据产品分出两个片模或多个片模，使产品容易脱模。把模线以下的部分用油泥堆满，用手沾水把油泥碾平滑。堆好油泥后，还要均匀地打上卡尺，使模具不错位。在模种上均匀地涂上脱模剂，并用气枪吹干。根据产品的结构、复杂程度、大小来选择硅胶的类型。像此模种划分复杂、精细的产品，要用粘度小、硬度小的硅胶。这里我们用红叶的 HY628 硅胶，把硅胶与固化剂按2%到5%的比例混合，搅拌均匀后抽真空。抽完真空后，把硅胶均匀地涂刷在模种上。待第一层硅胶固化后，刷上第二层硅胶。刷完第二层或第三层的硅胶，待硅胶不再流动时，在硅胶上面粘贴一层纱布，然后再均匀刷上一层硅胶。待硅胶固化后，即可做树脂外膜。首先均匀涂上一层树脂，然后均匀铺上一层玻璃纤维布，接着再均匀涂上一层树脂。待外膜和硅胶完全固化，即可做另一半的模具。把油泥拆掉后，然后重复以上的步骤即可。拆模，待外膜和硅胶完全固化即可拆模。检查硅胶模具，用手模机或剪刀打磨，修整硅胶膜及外膜的边缘。拆开的片膜，使用钻孔机在模具的连接部打孔，使用螺钉进行固定。至此，硅胶模具制作完成。一般24小时后，硅胶模具可投入生产使用。